这一盒酸奶西米露，这个是菠萝味的，老多果肉了。而且它这个西米吧，不是说那种就是不易消化的，这个西米是超级软的，很适合孩子喝，然后里面果肉特别多。西米果粒儿，夏天孩子喝奶，完这里面连奶带水果都有了，酸奶的椰果肉加菠萝肉。一共好几种水果的，菠萝、黄桃，这个挺好吃的。我再吃点，还给我家二宝留着。